我哋唔會太過在意老師係著成點咯，係、就在意翻佢啲教學係點咯。咁 Miss 著 leggings 潮衣美服在燕京，佢著 leggings。他哋又着 leggings， 好 common 啫。但点解系老师就唔俾着？我真系唔明啦。讲紧嘅，先唔系呢间青衣燕京书院咯。船校长最近向老师发最新嘅衣着指引，话经过服饰操守委员会连番讨论，唔准佢哋着潮衣美服翻学啊。就算校方不施惩罚，亦都难以消除其他同事对呢啲同事嘅负面睇法。缺乏以身作则嘅承担，缺乏克己为公操守。而我就不知道 leggings 是潮物，只是听闻学校位置当风，啲 miss 着 leggings 是打底用嘅啫。你话如果是短裤再加 leggings 嗰啲，我觉得 OK 啦，都算。即系我哋唔会太过在意老师系着成点咯，系、就在意翻佢啲教学系点咯。唉，学生都明衣着是人的自由啦，连韩老师都话。只要不是袒胸露臂都可以接受，而个 email 内容仲有侮辱老师专业之嫌，欢迎燕京的阿 Sir Miss 投诉。我哋寻日就打过俾校长，不过截稿前都冇回复啊。